那我把你刹车线剪掉哦，不要被速度所限制自己。来，装去看看。是爸爸还没有刹车呢。对，谁会？赶快来试一下。我先试骑啦。你看轮胎都扁了。过来，阿老板这里。我这边漏塞几次，啊，去几次啊？就在这里面，他过来，他们这里。哎，一年一度的家庭日也太少了吧！买了四台脚踏车，从上个礼拜就开始叫我帮他们组脚踏车。你们不要闹，走开！亲，当你看到这行字的时候，指向已经被导致了。新北七啊！啊杀！看着这个组应该就不会失误了吧？小时候我们也是骑脚踏车长大的。轮胎一枚，先把本体弄出来。这台是你的，那我把你刹车线剪掉哦。不要被速度所限制自己了。欸，怎么感觉他说明书这一台不是你装的这一台？所以你要打麻将吗？可以先把脚踏车组好吗？这个朝内有什么作用？这应该是朝外吧，才能装那个篮子啊。嗯，好像很聪明。还是说趁小屁蛋进去，我们去捷安特买一台？现在，哦，你不要再拿出来了，这位大姐。哦，会动了。OK， 应该先装轮子吧。刹车跟那个挡泥板要先上。这样才对哦，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哦，越来越像一台脚踏车了。一、二、三，锁紧一点，再锁紧一点。你看这几个又偷偷跑出来玩了，又在乱了。然后那个又要开始一啊啊，测试一下。哎，这怎么这么歪？凹一下 ，nice。中间那个不是可以活动的螺丝？怎么这么聪明？脚踏垫要完成了，锁紧就好了。啊，好哦。好，好 ，OK， 站，来装去看看。是爸爸还没有刹车呢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可以吗？喜欢吗？好，去骑吧。先不要，这个我再把它凹一下哈。再来就是刹车的部分了。这个老虎钳一看就是非常有历史价值，水电科的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另外一条，换另外一条。这个没有锁紧哦。嗯，也是从前面开始锁啦。那个光头强，你为什么脸上一定要这样子？这是最新的装置艺术吗？刹车的最后微调，好，刹车，好棒，刹车。那它就变得只能太大了，哪里？这台骑起来比较有越野的感觉。好，组装完毕了，踏起来轰嘞，这也太迷你了吧！老板你在干嘛？原来是在打气。它卸的速度比我给它轰速度还快。原来是有电动打气机啊！够了够了，一般是在这里吧。老二要骑的，嗯，所以他是左撇子。那什么时候是左撇子？哎呦，终于要组完第一台了。好，来三台就很快了。对，谁会？赶快来试一下。你就不要等下轮胎坏掉。我先试骑啦。你看轮胎都扁了。这脚踏车到底是买给谁的？可以刹车吗？骑进来啊。可以刹车吗？不可以。轮胎真的歪歪的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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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动作硬到飞起，万能，爸爸都要吃万能的。勾啊，他还要勾下面，对不对？扶住下面。哦、对，你们可以先不要坐享其成。哦，佩服，好佩服，是不是？嗯 ，OK， 完成完成，谁的脚踏车？骑走，下一台。好。等一下啊，又要从头开始了。帮忙打蚊子，蚊子交给你的蚊子手，电蚊子而已，你还捂耳朵？我附近啊，你那边电那个干嘛？光头强蓄势待发了，到底关他什么事？他是怎样？属于比较刺激的辅助人。哇，小皮蛋对我真好，他居然拿一个这么大的椅子给我。谢谢小皮蛋，好像可以哦。刹车，
个刹住了。哦，我好佩服我自己哦。哪个部分？全部。这么长的时间把这群巨孩堵住，脚踏车。啊！鬼抓到过来的意思吗？对啊。哦，这个就厉害了。前面的刹车再修正一下。最后一个步骤，最后一个步骤。这个二十，好了，四期。屁颠屁颠的，椅子太高了啦，椅子太高，你连动都动不了，骑什么脚踏车啊？好骑吗？好的，第三台，这一台是跟蓝色跟上一台是一模一样的。哎，很明显，我们韩老板已经累了。好，一起，一起，好了。哎，不要这样。现在熟能生巧了呢，生个屁巧啊！帮我转过去。你儿子被卡在脚踏车上都下不来。没关系，那他就继续卡着吧。有模有样，可以开店哦。啊！蛮荒之力。好，要刹车哦，先检查刹车能不能停哦。为什么会？会空转，就是因为那辅助轮坏掉了啦。啊，应该辅助轮太高了，太高了，这是健身车啦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哦，可以了哦。最后一台，你看这个歪掉了，水电科老虎钳帮他。啊，其他的我们就明天早上来弄了。这么小，最后一台了，这台看起来最难哎。对啊，它整个撞歪了。它是碟刹的，不好装哦。然后你现在先不要按刹车哦，因为碟刹如果合在一起就很难撬开了。有没有你们打算自己组自己的脚踏车啊？碟刹要穿到这里面来，这样吗？对。哦，你也会骑的，弟弟在那边，你有没有去救他？老是出一堆难题给我，什么时候说要买这个四台的，就突然跟我说我要装。小屁孩们，下次他们要玩乐高有没有？爸爸我想买千年樱300,000片这样跟你拼。你自己挑，挑你要的位置。好。哦，刹车，快点刹车。另外一边，哎呦，有了。啊，好，终于耗了一整个下午，我们终于把脚踏车组起来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看我们韩家从此又恢复了和平，看到他们开心的笑容。然后刚刚出了一个 trouble， 这个碟盘是坏掉的，后面也刹不太住。这什么烂东西？这样加起来5000块台币啊！7000块买四台脚踏车 ，OK 的啦。这个生命安全还是要注意一下。好险我们家不大，就这么小小的让他们骑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再拿去脚踏车店稍微修理一下。韩老板又再次拯救了4个孩子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，开心开心，耶、yeah, ，OK， 希望你这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今天还在，今天还在，过来韩老板这里，哎，挡泥板通常是挡后面吧？嗯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这种事，应该没有挡前面有点丢脸，到底挡哪里啦？应该是挡这里啦，确定的、欸，装往前面装，怎么觉得有点下感？会被同学笑，好像不太对劲，跟想象中有点落差。不是，是落差蛮大的。这到底怎么装啊？会不会是装在这里？帅，然后他这样骑了啊？是这里，挡泥板没看到这么高的。可是学校又很开心，会被同学笑。我是觉得他就直接骑了啦，要加装什么，他另外再装啦。